282北京晚报，他曾经因为大病休学一年，也曾经因为表现优秀获得留校机会。追梦小伙遵从内心选择创业。2015年7月14日13时51分，科教聚焦21 HTTP 冒号双斜线 bjw.bjd.com.cn 斜线 html 斜线2015下划线07斜线14斜线 content 下划线294909.html 冒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全部做完了，不仅速度快，而且质量好，连老师看了都惊讶我有多喜欢做设计。现在当我看到一个有创意的电影海报时，我都会在心里默默揣测他用怎样的手法制作，怎样能把它还原出来。由于对专业的热爱和不懈的努力，李欣的天赋得到了几乎所有。